我相信这首歌能打动你，现在勾起你的回忆，也许那些音符像是人生，感动过来，感动过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你们大家应该知道《说散就散》这首歌吧？就算错过，你笑不免想起我。李亚薇在接到微电影前将再见前演唱主题曲的邀约后很兴奋，后来他听说是一首翻唱时变得很失落，之后才知道陈永同和干洗的存在，整个录音过程都是先学先唱的，因为干洗不是李亚薇擅长的风格，但是他在听完电影导演讲的故事后引入了流行思想，并在仓促情况下完成干洗的录制，一经推出就获得一发不可收拾，也成为著名歌手乐于挑战的一首歌。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只一点心寒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请小伙伴不要关注和转发哦，拜拜。